不错不错，已经就是这个 万人演唱会的梦想达成了。Hello， 台中，我们又回来了。肥来了，肥来了，变得吃的肥肥的回来了。谢谢摇滚台中，今年是 Pisco 连续第9年在摇滚台中跟大家见面，大家。然后好像好几年了，我们又重新回到文心森林公园，觉得非常的感动，耶！就是 Pisco 在这个音乐季长大，但是其实我们是第一次演这个绿色舞台，所以觉得还蛮开心的，对。然后谁的东西？谁的恐龙？有人掉了一只恐龙。那个，请问在场有没有来宾掉了一只恐龙？看样子可能是迅猛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哦，后面后面。你看看他跟你长得好像。恐龙哦，掉过去。不错不错，大家你就跟他结婚了。真的，我觉得钓恐龙还好，不要随便钓猪肉，现在猪肉很敏感，大家注意安全。来，猪年来了。没有没有，大家要保护。我今天有胡须章嘛，大家保护我吃卤肉饭的权利，请不要带猪肉回来 ，OK？ 这么想，大概20万可以给我，我们团最近很穷啊。好啦，我有个小愿望，我可以跟你们合照吗？因为人好多哦。好了，现在人还很多的时候。对，那我们来拍照。好，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看帅气的 photo。输啦，小啦，3、2、1 ，cheers！ 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来工商服务一下，就是3月3号在台北 Legacy 有神棍的专场，然后3月3号在台北 Pipe 有 Pisco 的9周年专场。3月2号在高雄 Live Red House。对，高雄，我们今年8周年在台中，所以9周年就 balance 一下，我们办在台北跟高雄，所以台中的朋友，你们可以选择你们要去天龙国，还是要去摩天轮？爱情摩天轮。我知道你们想听什么啦，就9二共识，你们开心了吧？不要这么没有，好啦，我们那个，对，音乐归音乐，政治归政治啊。总之 ，OK， 总之，我们就是OK， 可以 ，Don't bother me，OK， 总之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来看我们的专场 ，OK， 然后也希望大家在2019年可以开心的做自己，开心的过你们想要的生活 ，OK， 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虽然我常常会觉得我好不快乐，可是我们常常会忘记一件事情。我们其实拥有很多东西，但我们忘记了，我们只想着我们想要拥有什么，但其实我们已经拥有很多很棒的东西，就像我们这么卤的乐团，我们拥有台下这么可爱的你们，对，或是像我这样的孩子，拿着彩虹旗的孩子，我有这么多可靠的伙伴，对，所以其实要记住，永远要记住，还有这世界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追寻的事情，对，如果离开了就代表你认输了，你输给这个世界，我会说你是操熟了，然后对这句话不服输的话变成鬼来找我 OK， 然后让我鬼压床，对，鬼压床。好了，不说干话了，我们下一首歌是我们的新歌，想要送给大家 OK， 然后还没有歌名，如果你听了有感觉，欢迎写信给我。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叫醒这种心情。